谢谢。唱功稳健的陈婷婷容易受到紧张而影响表现，她今天能稳定发挥，免于失败的命运吗？ 最后关头，简范帝能杀出重围吗？听说星光七搬家了，搬到哪里呢？礼拜天晚上的8点，那就爱看不看随便你了。不是啊，请准时收看。下周日起，超级星光大道每周日晚间8点。